真的好大。包装不错啊，个细就负责搞嘅，好崇拜你噶。Richard， 叫史蒂芬哥啦。史蒂芬哥，咦 ，Richard 好 Richard 喎，受过高等教育顶啦。系啊，美国哈佛大学。个哈佛大学，仲有呢个剑桥大学，剑桥大学，双硕士学位。喂，等我讲下你产品嘅设计啊！你做咩啊？你行过嚟做咩啊？你喺嗰边讲你咪讲咯，呢度系你行埋嚟嘅咩？你边度乡下啊？潮州。噗！你有冇你晓唔晓规矩嘅啫？唉，你真系仲话硕士学位、食屎学位啊啩？你行过去做咩啫？人哋叫你吓屎啊！听唔听到啊你啊？喂，算啦，唔好吓亲啲细阵。咁系啊嘛，呢个细阵我唔教，边个教佢啫？定啲嚟啊你，唔好手震啊！啊，乖啦 ，uncle 笑翻。啊！